彭超，河南也是一名实力很强的选手。他的节奏是跳步，把绳这个从器械从下胯下过以后，然后这个前滚翻侧滚动再低姿接。另外这套动作里面，他还有两个这个河反南胯过绳比路河接南环过最后绳得跳，分18.05哥萨克过绳跳，这都是他的这个分。现在做的出比较场的好的动作。是